下一位，獅子山學會彭慧小姐。主席，我是一個香港人，在香港出世長大，身份證有三粒星。兩年前為了夢想，我去了外國讀大學。我有一日想，我好彩屋企有能力，不過有幾多人雖然成績有我咁好，不過屋企冇錢，所以冇得去外國留學呢？點知我睇咗教資會嘅財務報告，原來每年政府攞180億俾啲大學，除開嚟即係每一個讀 first degree 嘅本地大學生每年25萬，原來咁多。如果呢25萬唔直接俾大學，而係代學生交學費，可以俾學生去全世界任何一間好嘅學校，都可以學我咁留學咯。大家可能問，每年25萬夠去外國讀書咩？如果攞特首梁振英嘅女梁齊恩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SE 讀書為例，今年佢哋海外學生嘅學費就係大約20萬港幣。原來係咪外國讀書仲可以幫政府慳5萬元啊？當然，香港八大大學間間都係好過 LSE。如果學生選擇留港升學，學費一樣可以交俾本地大學，但係個選擇權係學生嗰度。你可能會問，咁好嘅計劃，邊度會有人反對？淨係今日坐喺我附近嘅咁多位，每個喊住口話本地大學唔夠錢嘅人，咪就係為咗自己放棄本地學生，限制佢哋去選擇最適合佢哋嘅教育機會咯。獅子山學會深信教育開支應該得一個考慮，就係香港學生。再講，本會經驗係當香港人出過外國住，就會深明外國嘅弊病，唔會做一個下下叫政府學外國嘅井底蛙。所以主席，希望政府採納我哋嘅建議，微調放錢方法。多謝主席。好，多謝曬。